同志们，同志们，啊，我来拍一下他们打人的老巢啊，第一征收所，来来来。你看这里房子啊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是高级住宅，看见吧？把人干掉就是造这个东西，知道吧？啊，上海都是这样。然后上面是那个威斯汀酒店啊，外国人应该有点知道，河南路上面，靠近外滩。他们怎么打人的啊？他们就是这里。啊，那个锁在这里，就是打人的基地在这里，看见吧？打人的基地在这里，就是那种平房，啊，这里还开一个什么心理诊所，妈的，自己派人搞人，这里就他妈直接捡便宜，开个心理诊所，你看见吗？啊，从这里拉过来的，这条路拉过来，就拉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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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到这里。拉到里面，这个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故意的，啊，故意的，看见吧？派来的，派来的。不要拍，不要拍。我没拍你，我拍那里。谢谢你啊。我拍那里。好好看见吧，他们派人来了，人民路八海四十号，啊，跟以前不一样，就这地方，看见吧，专门用来打人的，它上面撤掉了，你来的时候你就坐下了，没看到你鞋子和脚，看见吧，怪不得在里面。这里因为地块还没动掉，所以他们还住了几个动迁，动迁组的人在这里，也是后期收尾的那种打手，啊，就这样。还有一些人，我那个管我的那个人还在里面，就是打我的，还在里面。哎，刚才他们派人了，看见吧？啊，我反正他估计被派到，估计要被搞的，被上面搞的，叫我不要拍，听见吗？我已经看见他是大概有五次有了，跟踪的啊，跟踪的，永寿路，他做坏事情还怕别人拍，真滑稽。有胆就要敢承担，是吧？有胆干坏事。现在这个平台啊，啊，当然大部分人是不敢拍的。好，今天就差不多了。老巢拍完了，他们老巢呢？看见吗？老巢拍完，人民路啊，这里有个隧道，其实。